一起来看看连无敌凤凰蛋看了都震惊的顶尖称法，满级搞笑天秀视频。OK， 咱们先来有请第一位会生法的小黑蛋。Talking to the moon， 放不下的理由，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？Walking on the roof， 会心跳的节奏，是不是会暂停在时间的尽头？我丢，这小黑蛋的身法一看就是练习了两年半以上。你干嘛？先是一个假动作，然后再回扑，直接让敌人上当了。而且最后这一下子在上面跳舞，真的是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啊！如果说这是一个会身法的小黑蛋，那么这一个就是一个倒霉的小黑蛋了。你干啥呀？你什么队友呀？快走呀！快走！快走呀！哎呀，你什么人呀？你这是？快走传送呀！传送！快传送！快传送呀！快传送呀！哎，快传送！快传送呀！你快点呀！你倒是快点呀！你快走快走！我丢，这小黑蛋是跟 JK 妹吵架了吗？看这架势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啊！我说这个 JK 妹是刚玩，看起来有点憨憨的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个 JK 妹将是无敌般的存在。便宜了这个 JK 妹了，要是遇上我直接给她来一个这个。看到没，我就是这么帅。开玩笑的啊，咱们有请今天的压轴选手，疯狂的懒羊羊李建勋。听说我是珍珠，你好，都看。我是羊，只长得有点像而已。我丢，这哪是疯狂的懒羊羊啊，这简直就是羊癫疯啊！做得太快了，我都分不清哪个是头哪个是脚了。